流程控制结构、重复结构、回圈的跳离 （continue）、计算倍数和。接下来我们将举一个例子，是搭配 continue 叙述来计算某一个数的倍数和。题目的要求是，请列出介于1到100之间某一个整数的倍数，并且计算这一些倍数和。我们先来看一个执行范例。首先让程式操作者去输入某一个整数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输入的是10，接下来程式会列出介于1到100之间10的倍数，分别有10、20、30，一直类推到100。最后程式会计算介于1到100之间10的倍数和是550。接下来我们会分别使用 for 回圈、while 回圈跟 do while 回圈分别来解这一题。接下来我们先用 for 回圈来解这一个题目。在程式一开始，我们首先先宣告几个变数。第一个回圈变数 i， 第二个变数是 num。这个 num 可以让程式操作者自行去输入等一下程式里面要计算这个 num 的倍数和。第三个整数变数是 sum， 这个 sum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用来计算 num 的倍数和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在宣告这个 sum 整数变数的同时，也把它的初始值设定为0。开始执行之后，可以让程式操作者去输入 num 这个数值，接下来程式就会列出1到100之中 num 的倍数。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for 回圈来处理这个问题。在题目的要求里面，我们要找寻的范围是介于1到100之间，所以回圈变数的初始值我们把它设定成1，只要是 i 小于等于100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持续的来找寻这个 num 的倍数。接下来在回圈的主体里面，我们写了一个 if 叙述， if i%num 并不等于0的话就 continue， 因为num 除 i 的余数不是0的话，这时候代表 i 并不是 num 的倍数，所以我们就执行 continue i 加加，而不会进行后续列出 num 的倍数这一些行为动作。好，那假如 if 这一个条件运算是不成立的话，就是 i 除以 num 的余数是0的话，会执行黄色区块这一个程式叙述。那黄色区块这一个叙述，首先先把 i 把它显示出来，因为这时候 i 是 num 的倍数嘛。除了显示出这个 num 的倍数之外，同时我们也可以在 sum 这个变数里面去把这个符合条件的 i 把它累加起来。然后在回圈执行完毕之后，我们就在程式的最下面显示出 cout num 的倍数总和是 sum 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改以 while 回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跟刚才 for 回圈不大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们宣告的回圈变数 i 它的初始值我们把它预设为0。然后在 while 回圈的执行条件里面，我们写上一个 while i 小于等于100的时候，要反复的来执行这一个回圈。那首先的话，我们在回圈里面填上的这一个判断的叙述， if 加加 i%num 并不等于0的话，我们就要执行 continue 这个叙述。为什么要写加加 i 呢？因为刚刚我们把 i 的初始值预设为0，那么这一边加加 i 它是属于前递增运算，也就是我们会把 i 的数值加1之后，再来跟 number 来做整除的这个动作。因为加加 i 是属于前递增运算，也就是在这一个 if 叙述里面，我们会把 i 先做加1的动作。一开始 i 是0的话，在这边 i 加1之后， i 会变成1，然后再把1拿来跟 number来做求余数的动作。假如说加加 i%number 并不是0的话，也就是递增1之后的这个 i
并不是 number 的倍数的话，我们是不会把它显示出来。所以说直接来进行 continue 的动作，跳过这个 i 的数值。那么假如递增一之后的 i 是 number 的倍数的话，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 i 的内容显示出来，并且用 sum 这个变数来做累加 i 的动作。最后我们在程式的最后一行把 num 的倍数和是 sum 把它显示出来，这个结果是跟刚才的 for 回圈是一样的。再来看一下使用 do while 回圈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一开始一样的，我们宣告了一个回圈变数 i， 它的初始值一样是0。再来我们在 do while 里面，它的执行回圈的条件依然是 i 小于等于100的时候，要来反复的执行这个 do while 回圈。在 do while 回圈里面，我们一样的填上了一个 if 加加 i%num 并不等于0的话，就做 continue。 递增一之后的 i 假如并不是 number 的倍数的话，就来做 continue 的动作，并不会把它显示出来。那反过来，假如递增一之后的 i 是 number 的倍数的话，就会执行 continue 下面的这个黄色区块的部分，也就是把 i 的内容显示出来，并且我们利用 sum 这个变数来做累加的动作。在程式的最后面的话，一样的把 num 的倍数和为 sum 把它显示出来，这三个程式的执行效果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来总结一下 continue 这个叙述会省略介于 continue 到回圈主体结尾之间的叙述，而直接进行下一轮的回圈。另外在使用 continue 叙述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需要搭配 if 叙述来使用的。参考资料：程式设计实习，由全华出版社所出版。